宝宝，想不想赚钱啊？想。想不想赚钱啊？想。把这个带上，吃掉一颗饼干，我给你10块钱，怎么样？真的？真的。行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能把这个苹果咬在嘴里面，你购物车里面所有的东西我都给你买下来。可这年这年好大刘师傅，嗯，你看啊，嗯，我的乖，你要不要试试？乖了呢。
你别笑。做饭去了，我来。